突然一把把我摁在了床上。他说：“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！”然后呢？他说：“姑要，姑要，姑要。”娘，他夺走了是什么珍藏？唐若宗室知道夫人生了个女儿，恐伤国权之望。今夜，夫人生的是儿子，是未来的木西城之主。你在教我做事？主上手上为何拿着月饰带？主上，你得痔疮了。钻到花生里，不是好人。收紧你的虚伪的嘴脸！你进宫不就是为了刺杀姑吗？我是一个爱慕主上，我侵犯了帝道，先偷偷归你。这女人非同一般，本公主担心她会坏了我们的大事。凡是本君喜欢的，就一定都得得到。你别太过分啊！天下第一刺客名号，花钱买吗？你真的会陪我一辈子吗？不，是十辈子、百辈子、千辈子。我拭目以待，我可不是什么关三妹，姑乃木西城主叶昭南。这就是天地乾坤锅。三妹姐，你竟然知道这个，你真是见多识广啊！难道这就是奇妙的命运呀？